师大板球队是在今天下午在台北美国学校跟英国侨民板球队举行了在国内第一次看到的板球比赛。板球比赛跟棒球比赛有一些相似，因为棒球就是从板球发展而来的。参加板球比赛的双方每一队有11名球员，防守的队员散布在两个球门的四周，攻击的一方每一次有两名球员在场，可以向任何方向打球。攻击的一方在10名球员被刺杀出局以后就改为防守，直到对方也是有10名球员被刺杀出局才结束全部的比赛。打一场板球比赛平常需要4-5个小时，如果是两个势均力敌的球队，比赛时间就可能拉长到2个小时。